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蛙龙哥。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看到我饲养的蛐蛐它居然挂掉了。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，我左思右想一下，最后决定还是把它喂给了我的小八子。当我走到小八子的缸前，往里面一扔，然后做出了一个很帅气的动作，然后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哇！啊！你这个傻咬的我，这么远都能跳出来。啊，流水了流水了，把它刷晕了，跟你说。下播后的我马上开干。Nice， 想法是有的，但是实力不允许啊。好了好了，跳都跳出来了，就给它换一下水吧。然后上面是一个玻璃盖，天气有点热，温度有点高，就重新给它做一个隔板的防跳网吧。这些是豹哥寄给我的隔板，不用白不用。用上隔板，既能通风也能透气。好了好了，不多说了，马上开干。好了好了，做完盖子以后，被刷晕的小八子已经恢复过来了。你看它这么凶恶的在咬我的刷子了。然后取出我的玻璃盖，放上豹哥推荐的防跳网。最后检查一下盖子有没有盖好，因为很多朋友都问雷龙怎么养，雷龙只要盖好盖子，稳定的鱼都没有问题的了。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记得关注我，我是贝蛙龙哥，再见了。